当时是这样的，就是有一个年轻的客人，然后我说我来帮他做一个发型设计，因为最近那个黑悟空特别火嘛，然后我说帮他设计一个悟空的发型，但是他前面还是觉得有点会不会过于夸张个性，然后还是有点担忧的，但是完成的时候，在场的所有的小伙伴们都觉得太帅了。其实在之前我就剪了一个西游记里面的金钱豹的这个发型，那个时候金钱豹特别火，然后我就设计了一个金钱豹的发型上了热门。总之感谢大家的喜欢吧，谢谢大家喜欢我的作品。